咱的兵，演我星空妙地形。你是台湾的兵，演我星空妙地形。阴阳日月最长生，阴阳日月最长生。可惜天理难分明，可惜天理难分明。今有真圣鬼谷子，今有真圣鬼谷子。一出天下定太平，一出天下定太平。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，南无无量寿妙智圣王禅老祖。各位维新圣教一心大学第二十五届行事同修，今天107年的我们4月11日108年了啦，拍摄了最近身体不好，完形啦，完形空蒙，用神完形空蒙，忌神真翁，愁神好不关系的脑海的很苦逼，所以常常在起时，还问我吃饱未？有的同学咧，我问一下所讲的，伊嘛是完形空蒙，所以这易经就是生活。生活都是易经，我社会大众是奉神知识。我讲你若闲来学易经，这学易经真好诶，基本条件就是家己来做神，或者学易经是家己做神。曾经我讲这句话咧，好几位先生真无客气。伊就啊，哈啦杀杀地讲，我已经都要做神咯，按满天下拢是神，我丢，啊满天下拢是神，包括你嘛是神，讲我这无遐戆咧，我已经我都在做神，我无你做啥？你我已经做神，你学其他你要学做啥？学佛法做佛啦。学神道做神啦，啊！你学唔对咧，像你即摆咧，学遐有诶无咧？哦，我咧坐禅哦，我应该第几天咧？我你讲你安尼做鬼，你知无？惊一条，哎，师傅啊！你若我知影，你若知影我最近咧坐，拢认真坐禅，拢看了几阵。我拢甲伊做伴，鬼嘛真古锥呢。我迄时啊，鬼嘛真古锥咩？啊，看家己的面，行少看嘛咱嘞，鬼头鬼面呐、啊。所以这位先生啊，伊讲师傅啊，我阿莫去讲啊，你若去讲嘞，我真正我会做鬼，我安尼做神呐、啊，来学易经，学易经。易经内底会用有元用神呐、啊，甲元神，元神呐往，表示讲咱知影一切万法，知影一切万法，咱袂互万法甲咱束缚个，咱都会做神。啊，比如讲，咱的林宝章啊，董事长一切科技，林宝章董事长为嘛？伊来遮啊，找我甲看看咧，问啊两件代志。我伊个祖先伊伫草屯，啊伊去一间要做祖厝安尼，啊祖先要来安伫迄个祖厝安尼，你讲好无？我当然上好啊！按照这个地理，五山主向，迄黑暗的黄金山砍落，
哦，我咧挖两撮挖落，两三撮咧，土下来这一坑，一金色石，这大坑，啊，内底一只鸟鼠啊，足水个，迄只鸟鼠唔知啊，对对入去，伊个，迄是真气所结，真气所结，所以祖先来按到遐，才去起起来，好上牛。上牛的时候，我拄拄伫龙总啊，伫住院，啊，请演艺法师，啊，伊就去甲上牛，咱法师、演门法师、遐上经啊上牛，啊，这宝地嘛，然后呢，起好了祖先来安置迄个宝穴、宝地面顶。迄就是完成公共，完成祖先父母，就是咱的完成。所以啊，父母的完成非常重要。啊，父母王者祖灵。啊，祖灵安详！啊，衰破空空亡，退神，这都是元神，啊，都要求下。休息无力，所以这个已经一个真理。人咱讲要问讲啊，咱祖先会安无？你真祖灵安好？啊，这一滴父母爻为用神，第二啊，以妄想妄想啊，以妄想啊，这第三忌空惑。修求木结退神，这三项一定要注意。在即马水龙会教啊，同学，你来理解了解讲啊，你的祖灵。会按摩，啊！我站出来，若是祖灵旺盛的时，表示咱的祖先真正旺安详。啊，咱都无代志啊。假使那空蒙休囚，空化蒙绝，退神，那时啊，你都爱想的是。3月23开始，水落会开始啊，水陆大法会，啊，咱就爱来献咱祖先的灵位，来要听经闻法，哦，咱的祖灵会旺盛，祖灵旺，子孙啊就兴旺，祖灵若无旺，子孙啊咧，啊头壳空空蒙蒙。大家要注意啊！阿弥陀佛。
位维新贤士，各位双善之士，本法门的强项就是易经、风水、甲宗教三项合作一条数啊。而且这法术、法术、法术，坤身术。啊，所以王禅老祖传这个法给咱，咱来了解易经，咱来了解风水，咱来了解宗教，内底一尊十义。宗教唔是干呐，都蹦蹦跳跳、呼呼呼，遐跳未结论。啊，所以老祖师尊慈悲道家之邦。传予咱易经，你自然会当你去了解你所希望了解的。尤其咱要了解到祖先，上无简单。前几天，啊，有一个信徒先生，啊，伊来台中道场遮，我拄出呢第二天，我师父啊，我有事相求。请你教我指点我的祖先啊！唔知伫啊阴间过了好哦。我都出年来啦，我嘛无迄个时间，吼嘛袂当去甲你查讲你的祖先好无？啊，你唔是有上咱的正式班有啊？你有八卦有无？伊讲有啦。哦，无，我伫咧卜个卦，你甲讲者，我着你会当了解着你个四大人伫灵界啊会平安无？啊，结果有啊，伊卜一个卦，火雷射啊，最阴了冬，啊。在，火雷射压，日后当化进行。我你的祖先，你为用神，啊，这是但是日后当子孙后当，当化进行，当化进行。化进行来克克世牛克财，啊！祖先有福，即摆包月，所以月破，我遐多你祖先福牛月破，祖灵未安呢。啊，所以你的囡啊，一个比一个较歹，一个比一个歹甲死无人。哈，老师，你都是安尼啦。伊的囡啊呢，一个比一个歹，三个歹无共款的方式。啊，啥啦？就是伊的父母熬破，来引起着。子孙熬冬，子孙熬化进行冬。啊，囡仔在一个包会，大家拢真大强。啊，这位先生呢，老师，啊要安怎？我能拜二拜五，台中道场家严义法师家接受了问书。哦，你有闲才来问啊，唔就过来问我。哦，这就是啊，祖灵未安。我你安尼，你个咧卦，你都做卜出来，你就知影讲，祖灵未安呐，祖灵大破。啊，问我要安怎？我你先来请法，
啊，然后呢，啊你，我报你一条路，你念阿弥陀经回向我你的祖先啊。然后呢，咱水落会教啊，你就去水落会，咱先会师去报超度你的祖先。安尼来，才有法度解决你的烦恼。所以老祖师尊叫咱大家爱学易经，修行道上好见性，大家学易经，家庭圆满一条心。这个是一个真正实在，予咱会当做参考的。所以咱要理解到咱的祖先。啊，会安未安？你用父母眼来看，挂掉父母眼来看，一时啊，吼、哦、咱嘿啊，这在这住，这是父母眼啊，父母眼啊，这住呢，咱叫做貌位相形，相形。啊，官鬼爻，这是官鬼爻，伊讲唔对，这个官鬼爻破，父母的元神，父母的元神破，破者坐灵不安嘛，啊，坐灵不安呢，惊孙啊，子孙爻这化形的。这兄弟歹势，这还讲唔对嘿。兄弟，师父最近关心空蒙空蒙，啊，你唔好对我空蒙诶。啊，所以这安尼来呢，雾煞煞。咱若理解到这个道的精髓的时，啊，你就会当苦集撇向。啊，曾经咱一位老信徒，啊，伊也是一个真正有智慧的在家修行人。啊，有一天呢，伊来到新闻室来问我讲：“啊，老师啊，老师啊，你修什么道的哈？”我修妖鬼道的啦。你佛道你唔修修妖鬼道，系啊，我就修妖鬼道。啊，过时啊咧，咱咧师姐大王师傅啊，锁电脑要用餐了呢。啊好啊，我来，这位先生上，啊，我咧修迄个道的啦，妖鬼道的，啊，不到妖都爱食，啊，搞咩啊？伊只讲讲。老师啊，你妖鬼道，安尼我嘛修妖鬼道呢？啊，是安尼修妖鬼道，修行修到无通食，到欠长呢多，修到无通食，修到要死哦。所以这位先生上，说哦，你易经的真理，你的道法，开始作生活法。哦，这都是咱学道。都在生活中，都唔是天边海角，哈、哦，咱爱理解，祝福各位。各位唯心神士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道就是那的元神，就是道。尤其那的贵人嘛是元神，父母更加是那的元神。老祖叫咱爱孝道，孝道就是元神。即卖时代拢在变化，啊，对孝道咧，疏忽咧足侪去啊。
甲种栽栽栽栽，啊栽只，一克虎，虎就是元神，所以真济敢若种栽，呀，迄个好多爱做主意诶。啊，最近咱有一挂信众大德，尤其这几年来公益社会，拢干了公钱尔，许多人根本都要是生活上真艰苦，子孙啊无啥咧操业，满世界，这就是啥？冤神好多有问题。迄就是已经重财，都无重父母啊！父母的积善都是车财啊，所以啊，啊，我直接呼吁咱维新圣教的同修啊，多勉励大家啊，爱尽孝道，对许多人爱友好，友好者。好，这条道理，也是咱也有咧遵守这道理，咱事业一在，自然啊会来，因为咱人的元神都是祖灵，咱的元神都是父母啊，所以父母啊，咱的元神。咱的贵人，所以有当时啊，有个人讲：“哎呀，师傅啊，你敢叫人念经，啊念经啊比赚钱诶较重要。我念经甲赚钱同款重要。你若敢若想讲，我一直赚钱，唔知影多，唔知影收利，唔知影这个真理的事啊，啊，你钱赚到尾啊拢记袂掉。”啊，曾经有一位信徒先生，我安尼讲讲讲，就去吓到伊个病角。哈，老师，安尼咪讲话，我足认真赚钱，赚到尾拢空空去啊！啊，我祖先了三年，唔捌等于地，唔捌陪亡。啊，三年唔捌等于啊拜祖先。逐工都无闲干呢，哦，无闲诶，到尾啊咧，三台立一台空，是安怎？咱咧修火灵，就是祖先无法度甲咱顾，完亲祭祖，啊，无法度甲咱动咱咧身躯边一寡有诶无诶，啊，所以啊，事业做，钱赚，他到尾啊，拢红。强了了，毁了了的，哦，这都是讲咱人爱资本，知影本，那知影本的时，那人哩讲，吼、哦、百般的聪明，那也没有办法躲过这个种种的一个劫数啊。所以会记哩，咱完成真要紧。啊，咱的年运啊，的生活为父母爻，为父母，为元神。好，啊，年运生四爻，啊，是。一年，一年吉祥。好，一年吉祥。那年运，年运克四爻。啊，一年不安。真重要，比如今年
是海泥，若是你的性傲弱，伊海泥啊，性傲为误会无火，这最克火。最忌讳，好官司不断，爱注意。最忌讳，比如今年啊，细伢为忌讳。啊，迄个海来冲，是啊，这一年不幸，只是作者啊无中生有，那怎么办？啊，你看修心了喽，拜堂心，凡事要接沾，凡事接沾的时候，啊，你就会啊，感觉的趋吉避凶。啊，那就咱若有挂烽火佳人。啊，今年的流年忌海年，卯向海，比是卯，就是卯。啊，忌海年海之冲，子孙冲子孙。所以，今年这四月零会大成就，带大成就，而且是年运来冲，啊，那囡仔会出国，在国外受到肯定，啊，有大成就，嘿嘿，真挂。啊，流年在行，真趣味，很妙。啊，这个元神嘛，元神子孙冲动起来，来生细猴，九跳三合，好高兴哦。啊，这，那么祝福的，啊，这命卦的。那那法师啊，也见在世界上啊大有成就啊，祝贺。各位维新贤士，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刚才有师姐特别要请法，我说师父啊，能不能传授给我们啊卦应期几点几分会相应，好不好？啊，他也问过法师，法师说师父没有教。是师父没有教啊，因为我怕你们会执着去，会执着啊，因为地球在转啊，时间时空在变，人事在变啊，若是
我们只执着说，哦，我会当给你几点到几分发，那要等到以后我会传给各位。等下我通，我就传给你啦。我还未通的时候，我不用传，我就只有自己用而已。啊，咱日程，应期应验，足重要诶。日程，你用应期到月，到日，已经都不得了啊！啊，所以希望各位同修，啊，你们好好修，好好学。有一天因缘时机到，我会甲传予各位。啊，有一个案例，啊，少康学，啊，也梅花艺术，啊，梅花艺术咧，在中心新村有一位官员，啊，伊研究啊真趣味。啊！伊就照迄推算讲，哎，一杯茶，甲放伊桌顶吼，十二点会破去。哦，伊就一杯茶直接捧了，伊要看伊安怎破。对不对？伊阿大姐都十二点啊！啊，太太咧，叫老公吃饭啦！哦，啊，就无去食饭。叫足一个老婆，我你在看什么？我在看他怎么破掉。哎，老婆的气都听见，他瞪了破。原来都让他破掉。啊，这点可能是告诉我们，很多是有一法，啊，一个善巧因缘法。啊，那是随时随地看着身边周围的变化如何。那就那圆力法师在做事业的时候，还没表康会啊，那么爱开了就介绍呢，啊，伊嘛唔知要出来介绍。向红去要看到，遐个身边周围的数字，桌顶的数字去要看，遐唔是底价，啊，就所以用意排起来。第一次看到了为内卦，第二次看到了数字出来为外卦，然后加起来为动摇。啊，会动摇呢！啊，这个工作会标你，还是未标你？啊，若是兄弟摇动，啊，这段工作就绝对莫去标，莫甲标，标了一定会了钱。啊，若是财摇动来相生，你叫你所想的介绍，啊来标。你做一定会赚钱，啊，所以这就是讲，啊，易术、易经之术，用在平时生活之中，啊，无一定讲我爱去摕啊签档来倒来录，啊，那要善巧，头壳爱清醒，目睭爱金。按得来呢，你会用，再加上我给你改易经啊的用法，你第一个看的为内卦，第二第二个看为外卦，第三个看的数字为动摇，啊，看动摇一动的甲正爻是不是忌神，啊，就弯形。那为元神来生四爻诶，表示讲
知己，啊啦，咱这吸水后诶，要是凶，那都了了分明啊嘛。曾经咱这师兄，伊就敲电话，敲电话咧，啊，紧要紧讲，伊囝去用绑票去啊。人打电话甲讲，要叫伊摕偌济钱去。我你紧嘞，你莫紧张，莫哭，你敢那哭无路用。你静静念三个数字化，啊，五十以内的数字，啊，第一次哦，好会内挂，第二次的会外挂，第三次的嘞会动摇。我阿你无要紧啦，恁囝伫恁厝内底即摆伫困啦。啊！你家在困啦，又下假的咯。啊！你无这，这真正要甲绑票的，煞袂晓甲绑票的哦。嘿，唔假，我哄嘿足厉害呢。嘿，真真牛，加甲恁囝在喊在哭的，出事拢共款。我嘿咩？哦，我性格足真的呢。你看恁囝在房间在困，伫厝内底无出去，啥啦？因为囝的子孙也有妄想，啊，无拢无受鼻气，啊，所当的动摇，啊，迄个呢，嘛无来克子孙，啊，所以就变来卡咧，啊，那然后呢，那如果我卡来啊，我，哎呀，你甲拍好死啦，你甲拍好死。哦，迄囡仔大歹呢，迄囡仔要开钱，要拍我死。哦，迄个诈骗呢，哦，作祟啊，作祟啊，作祟啊！那就明年发书啊，伊嘛捌去接到啊个诈骗集团啊，恐吓集团，打电话开讲哟，哦，听讲。啊！佮因囝安怎安怎呐？我回想啦，阿弥陀佛咯！哎呀，我啊，我足衰，我迄卡号叫回想接到。啊，即个社会足侪众生伫骗人，嘿呢，骗袂过天理啦！哦，所以希望社会遮歹习惯的人，要骗人的人，要怪人的人啊！啊，咱爱足细意，若无恁有损德，会足不好。啊，对家己家中的祖先，对许多人是非常不好。所以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是安尼来。祝福各位。为新弟子先师同修，给各位师兄先弟子，啊，已经甲咱开始祭神，祭神，祭神就是万亲祭祖，万亲祭祖，爱情未使咧动。若是挂中机身啊叮当，表示万亲祭祖，不管是都伫身躯边，爱作小心诶。咱若卜今年流年，咱若卜流年呢，啊卜到讲机身叮当，迄、那个月龄你都爱真注意啊。兄弟叮当，你爱了钱啊！官贵叮当都犯小人，官司走袂离，无中生有人甲你告。子孙叮当做官，你爱注意啊！子孙后叮当做官呢，啊会犯着官司，车仔叮当。爱注意，迄个克服无，
啊，车载后若叮当咧，啊，这克父母咧，啊，你爱注意许多人的身体，啊，多做祈福，啊，做消灾。若是父母后若叮当，啊，父母后为自身叮当的时，啊，你爱注意啊。许多人，有真侪烦恼，莫名其妙的。而且自己咱的文书，你爱注意啊。文书会来个切咱信仰，啊，所以文书，啊，咱要甲人拍客啊，顶算上，甲人文书你爱小心。在真侪年前，咱台中市中正路一间表鞋行，陈先生，啊，伊来问我老师啊，我最近感觉目睭皮在脱了，我来随个拨一支挂看咧，我哎，你今日你有文书会到位哦，啊，足细伊个文书，我咧。高一人去做表啊，啊我无甲人什么订单去啊，啊结果转去啊，啊下晡后壁厝边啊呢，人都甲告啊，甲告讲伊的土地占人一块庄啊，遐尼宽，啊来你测量，啊都得甲告啊，吼我嘿。是气甲呢？这间厝我只住八甲多年啊！哦，我甲你无瓜葛，是安那？你只都爱测量，道理一块砖啊是最高啊，甲我无关系，你也要甲过。安尼张老师我讲的毋是真呢？讲我官司文书到位啊！啊、哦，所以就在陈先生啊。好啦，迄个嘛是命呀！啊，王祥都做都甲讲有这文书会到位啊，安尼我，哎，就安尼做，我就安尼做。所以这个啊，易经通修啦，那凡事皆占，可以防患未然。咁啊，一件代志咧，我甲讲。这个文书啊，伊要来刻你啊，因为这测量我是内行的，古早的测量甲即摆测量啊，这前三尺后三尺，即摆较准的前十寸后十寸啊，这你要申请服装啊，自然就贵，因为你的父母熬。啊，动来刻的，父母熬大化，父母熬化啦，表示讲，迄个文书无力，啊，无成立，后尾啊咧，啊，叫我开始安尼行咧，重刻申请性诶来重刻，啊，这件代志，大概才摆平去啊，啊，所以天下会足，天下足会。啊！伊后壁迄栋厝迄个咧，嘛来问我，进前就来问我，问讲哎，伊那咧感觉怪怪咧。我讲你吼，你有哪代志么？卖只一寡无中生有的代志出来，那无到尾啊咧，啊，你也吃不完兜着走。啊，要甲过迄个咧，啊，拄拄嘛咱的信徒，啊，两个拢是老早的信徒，到尾啊咧，则出来有钱有债啊，好解，老早还好解，啊，这个土地法测量个规则，啊，古早一支铅笔画出来的船，都差有三尺啊。
前三笑后三笑就六笑啊。哦，但是到即摆咧，即我都会真正正确。哦，即摆正确咧，因为拢中测啊，或者用坐标法，啊，坐标法用数字诶，上加差两公分尔，两公分是主要安尼尔。所以，好地有当只互骗去，啊，也是骗人。咱每个人拢有骗人，嘛就有咧互骗。啊，所以多少人处且找人，啊，那边就太过于斤斤计较。啊，咱迄个表行的咧，我甲讲，卖计较，你就会较好命。哪爱计较诶？啊，斤斤计较，出面头尾爱甲人计较的人，迄到尾啊拢会作煞的，吼，到尾拢作歹命的。啊，所以迄个先生啊，镇长，老岁仔人讲话讲，啊，张老师甲我做，你后壁你个要聊聊，你要甲我过车，这都八九十年的工课啊，啊，安尼来你个安尼，要甲我计较，你会足歹命的，你会足惨的，叫老岁仔人叫讲着，迄就会足歹命，迄就真正是真惨。到尾啊，后壁迄个咧，唔知是从哪向甲喊你跋筊，聊聊聊，聊到七七八八，接着啥，落到开始咱，吼、哦，咱爱种福田，哦，唔是讲卖甲人计较，啊，计较爱有一个限度，哦，咱嘛卖聊聊想办法，要骗人，骗人的人，尾啊永远拢是输下。所以我鼓励大家都爱学易经，啊，那学易经做人处事会安心，啊，大家学易经，啊，咱的家庭会圆满一条心，啊，这只面临各位同修，咱大家来学易经，亲戚朋友来学易经，啊，国家社会更太平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。